Doutor. Que falar? Paulo.这个是今天的穿搭，牛仔裤是这条，叫什么来着？Anderson and Bell，是前后两个颜色不一样的。衬衣是新买的，个纹粗花呢的。
里边穿了件白色的羊绒衫，高领羊绒衫，带了这个。
买的洗锅的，就是洗不锈钢的这个清洁粉，真的非常好用。Mantu.